怎么只有一个？好小气啊！什么声音？不要再发出那种噪音了，行不行？我杯子，然后对着我的嘴，你就做什么声音？你的我都不杯敢子喝下去，我不敢喝下去了，我都。你又在喝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？看起来很像那个放甲烷的声音。那不是我，那不是你的麦，感觉好像你又闹肚子了似的。绿色怪物啊！绿色怪物，等一下，有 buff 的绿色怪在这里。哎，蜘蛛怎么过来了？有 buff 的绿色怪在这里怎么办呢？两个人也砍不死他。我走了，拜拜。而且他被蜘蛛网卡住了。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安全，我真是。等于说我没有降临的钻石套，哦，这钻石剑也砍不死他的，好不好？这只能用岩浆了，这根本砍不死他的啊！或者我们有什么药水可以泼在他身上，应该还有用。我有岩浆，哦，你有岩浆，你泼死他！泼你告诉我 MC 里面怎么泼岩浆？泼死他！泼死他！哎呀！泼！我把桶丢给你，你给我泼泼看。哎，旁边还有一只啊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太多只了，太多只了！捡桶，捡桶！桶在哪？桶在哪？好混乱！背后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样好了啦，这样。那你有挖到什么铁吗？我在山头。等他们过来的话，哎，我们干脆就挖一个。我好像都挖不到哎。我挖了石头，怎么？你倒是快泼呀！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这样子。哎，我挖了这个坑是要用来倒岩浆的啊。等他们进来啊，然后就对，就。他们应该掉得下去吧？然后你自己就进去了。他过来，他过来了。他好像被小心，小心，我站的地方。怎么又过来了？引他们过来啊！引他们过来进岩浆。哦，他一方面啊，他在这边卡死啊，帮他解脱一下好了。帮他解脱一下，就多好心啊，然后自己就死了。哎，你快过来啊！你倒是过来啊！哦，他后面还有那个岩浆，不是、啊，不是岩浆啊，后面还有那个。哦，他可以来了，不过他被水给挡住了。你出处？所以我们要帮他把水给挡起来，不然他又被后面的蜘蛛网给挡住了。我好想挖出那个山头哦，然后就可以。帅哥，你倒是快过来啊，帅哥！哦哦哦哦，结果水。啊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就你把我们两个都弄过来。哈那怎么回去？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啊？我们要怎么回去啊？喂。我刚刚只是把岩浆，岩浆，等一下，给我岩浆，给我岩浆，给我。等一下，那小心。可是源头在哪？我捞起来，我捞起来。不知道。刚刚那个不小心被我自己给挖开，然后变成了黑曜石。哦，这里还有，你还要不要？我只有一桶而已，我只有一个桶而已。哦。我靠！你把钱掉吗？我们都很安全啊，只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而已，怎么办？你就竖直往上挖。
TP 我，我在往上，起码我知道是在哪里。原来他们这两个人在这边采用了比较安全的挖矿方式。我不想作死。可是我一定要下去啊，要让观众看一下那下面是什么状况才行啊。你看那个 TP 我啊。你还安全吗？很安全啊。安全。我觉得大神怎么帮不了你了。为什么？我挖弹回去了。我也是，我挖完也弹回，我还是顽强的在挖。我们是要翻过这座山啊。我们要翻过这座山头才对啊。快就到了嘛，绕一绕就有啦。我要用翻的。我满了。好卡的、啊，好卡的、啊。嗯，这么卡、啊，我们也感觉吃了。救命啊！然后小林就死在半路了。哎，我死了的话，你的三条杆就借我用了，然后大家就会看见我是一个女的皮肤了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恶心。哇，你居然说我的三条杆恶心？大家会觉得一个男的要用那个会很恶心？完全没有觉得。我怎么会说你的三道杠很恶心呢？这么漂亮的皮肤，蒋丽，我跟你讲，觉得更恶心。如果你用鱼的皮肤录实况的话，粉丝还会多更多，会多3000粉丝。哎，我发现他们不见了，刷掉了。读了个事吧，你们还想碰见他？那什么状况？他想虐死卡卡。哎、他们真的不见了、哎，真的好卡。算了，不玩了。我看到他们都弹回来了，简直不能忍。我也是，好吗？水怎么都流到这里了？我现在在把水给填掉啊！看看你去看看有没有铁傀儡吧。哦，好，这个交给你们了。你有没有铁镐？铁镐的话可以把红石挖一下。我给你这个。结果我发现他们好像他们刷掉了。他说：“你们都搞 TP 这一套。”我不想跟你们玩了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哎，我扔出来的镐镐呢？哦，有没有看？我拿来了，我给你点箭，镐镐给你点箭。镐镐是什么？打点箭去啊！打不过的、啊。镐来来来 ，K A K A， 怎么不要走 ？F E N G， 怎么？在你屁股后面有箭，这里。哦，过来啦！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僵尸的声音的样子。僵尸是危险性还不大。你已经挖去哪里了？喂，卡到。其实我已经往回走了，你现在还往前走。Hello？ 啊？Hello？ 这边这么大？哪里这么大？这边哦，这边。哪边？哎，这边。嗯？哎，好多声音，好多怪物声音的样子。哇！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好多。可是蜘蛛网也一堆、啊，他们也过不来啊。哎，我这边有一只僵尸在这里，我先把它弄死好了。我负责降你，等于还有三道杠。哎呀，我被蜘蛛网卡住了。那死不掉，没关系的。我把一只僵尸砍死啊。哦，那声音好恐怖啊！哦，又是那一个。
嗯，快！有 buff 那个，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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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 buff 那个要来了，粉鱼快跑，快跑！怎么跑这么快？粉鱼快跑！有 buff 那个要来了，是啊。你还不如拿个石头把自己围起来。他为什么不追了？为什么不追了？我先倒一桶岩浆送他。估计是我怎么岩浆倒不下去？就知道这些红石挖开有他根本就不走岩浆喂。对啊，砍过去啊！可是那边有蜘蛛王啊喂！救啊喂！我把他砍进去好了。哎、有他在烧了，他被卡在蜘蛛网里面，然后被岩浆烧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哦耶！战略成功，战略成功。你把岩浆捞走啊喂！啊喂！万一被烧死了怎么办啊喂？道杠，烧死了就三道杠。你身上有没有铁啊？有铁就行。我这边还有一个啊，欸，好像还有哎，我右边好像还有一个哦，右边跟那个都有一个。看到了呀。哦，他被卡住，所以那个大概要被烧死。被烧。那个大概要被我烧死。哎呦，那个死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旁边这一个啦。那里有好多铁，小心一点啊！有这么高兴？哎，怎么？哦，嗯，我擦，你刚刚放两朵玫瑰在谁？那里有那个紫色的，那个紫色的，那个紫色的，紫色那个。快 TV， 快 TV！ 是不是心情爆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我只是想放岩浆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放下去。耶、yeah, ，可以了，他要被烧死了。哦，原来用蜘蛛网。哦，他怎么被烧了这么久都没事啊？喂喂，不是吧？就没有岩浆啊？他怎么被烧了这么久都没事啊？根本就没有看到岩浆啊！喂，你没看到岩浆？我放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哦，他现在才正式被烧，所以刚刚是我卡了，刚刚是我卡了，就是。不是吧？好吧，总而言之，这个岩浆战略目前来看还是有用的、啊，除了把我们变得更，我们至少比较安全一点啊，不会死在这里面啊，不然真的要三道杠啊。三道杠很好啊，他们把大懒货借给你，我用三道杠也可以啊。不然粉你先，你先把三道杠借给我。怎么岩浆？哦、岩浆啊！我还以为是有怪物嘞，那我就要把你们两个 TP 过来这边啊！哇，这么卡真的好危险啊、哦！我感觉我后退了，搞不好其实我还在前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卡到了，把岩浆放下去，居然没有任何反应。哦，他说我安全。哎，哦，有一只安德，有一只安德在下面。我、oh, 去！天啊，这安德叫的那么好听。这些蜘蛛网已经让我的钻石剑的耐久度已经掉一半去了。没关系，我都可以借给你。待会儿来拿。我看到点小黑怎么办？把他卡蜘蛛网。他应该也还好吧，不会太难搞。比较难搞的，这就是要地下城怪物啊。地下城怪物是最难搞的。地下城怪，就是这里面的外星人吗？哦，天哪、啊，这个蜘蛛网太多了，还是蜘蛛网干脆用岩浆把它烧掉算了，不要好了，保留一些可以把。妈咪呀，有蜘蛛！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好，可以了，他死了。啊，蜘蛛网好烦，可是蜘蛛网也是保护我们的很重要的东西啊。你看那个小黑，
我有看到他，不然砍死他吧。钻石套有什么好怕的，对吧？去砍！你还有多少？还你有多少铁？他居然是搬着蘑菇的啊！啊？他搬着蘑菇哎、欸，他不是搬土块什么的，他是搬蘑菇的、啊。我就没看到，好吧，我等着看视频就好了。那个紫色的来了。先让我倒一桶岩浆下去。那已经很多岩浆。下面有很多岩浆啊，但是我们这一桶要倒下去啊。哎，他怎么好像没事了？我这个岩浆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蔓延下去呢？左边有一只苦力怕，小心一点啊！我先把它弄死好了。我怎么好像也听到奇怪的声音哦？左边有两只苦力怕，还不是一只而已。哦，我不会插火把的吗？哦，他炸了。然后下面那个死了，左边还有一只。这个方向还有一只苦力怕吧？在那边，对，有一只。哦，然后那个有 buff 的绿色家伙又来了，又出现了。你很铁。又看见你了，帅哥你好，帅哥你好，让我帮你烧死吧。神经病。他就卡在蜘蛛网里面，然后被我烧死。看着他被烧死的那一幕。耶！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你要多恨帅哥啊！天哪，是恨这个家伙，根本就是恨卡卡，那个石绿色的那个。啊、哦，对，石绿色的，那个有 buff 的是石绿色的。你看，有石绿色的才有 buff， 这叫帅。帅在哪？哦，这边有铁耶。太好了，我这里好多煤啊！为了挖这一点点铁，我们就费尽了千辛万苦。现在有几个铁啦？看一下还差几个吧。我这边有21个，然后第22个不知道为什么捡不起来。我这边有18个。啊，我卡了，我会不会等一下掉线啊？我等一下应该会掉线、啊。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掉线捡不起来。我也卡了。我们22+18已经40了吧？是不是还差20个？失去连线了。而且可能进不去了。我们先处理一下这边的问题。